诸位师兄师姐，我是洪师傅啊。今天要来谈神力如何而来啊。我们可能面对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困难问题，没办法解决。但洪师傅说，只要您好好的准备啊，只要您好好的完备的去处理事情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听洪师傅的话啊，集中自己的心力啊，您可以成功。感谢您，谢谢大家。